大家好，嘿，所有咱这个镜头面前的这些大众，大家赞，大家好哈。我是咱这个婚姻观观议会的这个观议员，啊，本名叫颜忠义。啊，伫这个镜头进前吼，啊，甲大家问好。啊，今仔日嘛特别欢喜，会当受到咱张老师的邀请，来参加今仔日咱这个专程吼，来这个回忆咱儿时的这个回忆回馈活动吼。啊，借着这个机会嘛，要来庆祝咱这个伟大的这个女性吼，母亲节快乐以外。买当吼，遵循吼，咱的这个防疫规范、甲防疫规定吼，爱当甲这个防疫工作拢甲做好好，爱当保护着别人，买当保护着家己，啊嘛照着这个镜头的面前吼，伫遮甲大家特别叮咛啦吼，咱爱勤洗手，啊做好咱个人的清洁，啊共同大家做伙来共同抗疫，感谢大家，谢谢。啊，嘛借着这个机会，伫遮甲这个镜头的所有大众吼，啊，这个特别邀请啦吼，咱云林有足济好耍的所在，啊，有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地方吼，啊，咱嘛有这个咱的大草原地区吼，咱有咱的云林的后花园吼，啊，咱后花园，咱云林吼。咱嘛有提供一个森林疗愈基地，爱当吼，吼咱这个大众会当较接来咱森林佚佗。啊，咱嘛有一个这个突破这个全国吼1000万人次的这个古坑绿色隧道，嘛非常的这个好耍。啊，欢迎大家吼，会当这个半条假期时间，拢会当莅临来咱欢迎佚佗。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很荣幸今天能来到这边来参加庭园的儿时回忆。对，那这边的话是我自己挑选自己所喜爱的一些儿时回忆，像这个小弹珠，还有一些昂阿飘。那我们家过年一定会必玩的这个叫做贝白啊，对，就是我喜欢的。欢迎大家一起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参与儿时回忆。对，那现在可能因为手机的方便，导致大家可能对于一些手边的玩具比较忽略，所以呢，这边呢提供了一些儿时的回忆，让大家可以呢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小玩具。对，那今天刚好是假日，是我们的母亲节，那祝所有天下的妈妈们，大家母亲节快乐，辛苦你们喽！谢谢。对，你好，我是。咱在地影乡村的村长，啊，咱祝咱天下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啊，张老师长期在阮家，对弱势团体老人照顾，拢真甘斗相共，谢谢。啊，阮在地有草岭、上湖、剑湖山，山的环境拢一直袂歹，啊，佮有咱的华山古坑咖啡。迄咖啡厅有几啊十间，所以有时间来阮姑家看老厝佚佗，谢谢。啊，阮遮人拢足热情的，希望大家有时间来阮遮皇帝佚佗，谢谢。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are very happy because we have activities in 云林。There's a beautiful places here, and so many people's here. So we have a nice ceremony here, so we can memorize our childhood.
and we can get beautiful memories. Thanks a lot. It's also Mother's Day, so we celebrate all of the mothers happy. Thanks. 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大家早安。我想这是云林县的一步，也是全国的一大步，因为在后疫情时期，我们很需要一个健康而且可以正常恢复活动，以细菌跟病毒共同生存的一个活动空间。所以今天所举办的任何活动都有我们台湾防疫勇军的宣导。我们手上已经握有853个中医诊所的清冠一号，然后作为这些确诊者的疗养。那现在目前已经有将近3000多个成功案例，他们都已经康复出院了。所以我们不只要防疫成功、抗疫成功，还要战役成功。所以我们支持什么玩意儿？庭园咖啡馆成为云林第一个防疫、抗疫、战役最成功的活动地点。谢谢各位。我想任何的防疫工作呢，我们要如何做的确实，这是需要宣导的。那平常我们从洗手，正确的洗手开始，我们进门出门洗手之外，最好能够有其他的这些，譬如 EST 或者是次氯酸水，然后来做全面的，这个基本上吃到肠胃里面比较不会造成伤害的这些灭菌消毒有效的这些 solution。然后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如何提振这些免疫力。比如我们可以把大蒜切片，然后拍成这个一块一块的，然后我们放在杯子里面，深吸一口气，憋气了以后，在我们的肺部里面做消毒的工作，每天持续早晚两次，你就可以戴着口罩非常安全的出入任何公共场所。再来，我们经常以老姜煮水当茶喝，这也是防疫最棒的地方。所以原则上疫苗不见得靠谱，但是中国5000年来的自然医学跟这些中草医药绝对靠谱，因为帮助5000年来很多的中国华人度过了大大小小的瘟疫。在这个地方，我们代表台湾防疫勇军正式的宣布，也宣导所有的宣导工作在台湾开始展开。谢谢各位。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什么玩意，庭园咖啡位置于云林县古坑乡光兴路67-33号。今天的活动，所有参与的来宾都会得到我们一个非常棒扭转乾坤的一个吊饰。那这个吊饰呢，代表我们防疫抗疫战役成功。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全球疫情严峻的当时，我们能够给台湾2300万的人口给着底气。台湾防疫成功，我希望就从云林给力开始。所以希望所有的这些云林县云嘉地区的这些父老兄弟们都可以来到我们什么玩意儿庭园咖啡。谢谢各位。最后在这里仅代表什么玩意儿庭园咖啡，祝2022年壬寅虎年所有天下的母亲能够母亲节快乐，然后能够吉祥如意、快乐健康。谢谢。我们这边是，我是台湾全球三安农法联盟理事长。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就是有关组合了令里那个赵生党，还有疫情后疫情文化的推广。那我们三安农法重点是推广农业安全跟那个农业安全、食品安全跟运输的安全，达到饮食上的一些的保障，推广农业，让农业更成长，这是我们全球三安农联盟的一个宗旨。那结合台湾非常优异的农业，把它推广到全世界，接着后续我们又会推广到一个素食农，都是农业吧，减少是那个环保，让环保世界环保会更加的美好，这是我们的宗旨，希望我们创立这个协会的时候的状况，
大家共襄盛举，来达成我们的世界环保未来啊，就这样子。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在这个地方哈，也忝为主持人来整个串场整个活动。今天我们到了永生基地，也是这个什么玩意的庭园小素食馆来办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关怀生命，能够在我们这个防疫永经进入之后，成为我们云林地区的第一块净土，最干净的，没有任何污染。那同时也谢谢中华造生党今天的加入，共同的参与。造生党是一个合法的政党，而且不以政治为目的的政党，今天来这边帮我们加分。最重要是造生党底下有1000多个类似就是医疗机构，大概中医机构，他们其实对于现在 COVID-19 都有实质上的帮助，能够帮忙他，然后防疫除疫，让疫情不再危害到台湾的老百姓。那我们今天也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同时我自己有3本，应该是20本的书籍。在左手边的这个蓝皮是我第19本书，叫《卡巴拉生命灵数兵法》。那这个是我的第20本书，叫《12星座与生命灵数的邂逅》。那么这个是我的第18本书，《人生也能卡巴拉》。这3本书其实我都交给出版社在卖，但是因为今天有这个公益的活动的，那么我们也共襄盛举，所以今天我所有的书就8折优待，300块，其中150块就捐给中华造生党。我们知道中华造生党也是一个关怀所有众生，所谓众生包括人，包括其他动物，都称为众生。我们同样的关怀，我们参与今天这么样一个难得的盛会，在母亲节这一天所用的方式，在这个场地，我们是重回母亲的怀抱，就是过去50年前旧时代，就是走过了那些年的儿童时代，有弹橡皮圈、玩这个弹珠，或者有其他的阿飘，以及有干妈点，有这样形式的，在过去的单纯时代已经不复找回来。但是我们透过一个怀旧，也纪念母亲，因为我妈妈已经往生，同时也代表我们在纪念母亲之余，我们也对于那个 old times 已经过往好像抓不回来的那份感觉，今天就在这个场地又重现。那我大概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为止，谢谢各位。今天负责剪粿，剪什么粿？剪菜头粿。刚刚做几样苗？做啥？各叶菜。豆切菜，豆切菜，切菜，拢有就对了，拢有。哦，包皮冻无？有咯，嘿，拢有咯。好食无？好食。家己煮的，拢好食。嗯，后生啊，真正用心煮的呢。